家好，我是狼王老郑，精彩故事天天有，想看就给我走。每天我与狼的故事，我与藏獒的故事，我与狼和藏獒的故事，与大家精彩在线。喜欢的给我点关注。来，咱们点着点着。狼，我把狼叫过来。啊！啊！好，狼来了，狼来了！来，新狼王过来，新狼王。啊！啊！来来来，串串，来来来，拿肉了，拿肉来串串。给狼，狼，给狼烤羊肉串吃啊！来了都有啊，咱狼家人来了以后，羊肉串管够啊！咱们狼家人谁来了谁有啊？看着那个，啊，这羊肉味出来了，看看这羊肉味出来了，嘛嘛嘛，好香啊！你看呐，咱们家大公狼一直在这对着狼叔，一直在这等着，你说他在馋成啥样吗？感受生活，这叫着了吧？着了，那能不成？我靠啊！你妈这狼都残都死了！哎，我看着人比狼还残呢。我是比他惨了，现在熟了，已经熟了，放心，不会多。子然来了，看狼叔这熟。子然来了，啊，这看后边的狼，看见后边的狼都在那趴着等着呢。我先吃。先试试吧，看到底他吃不吃。来，喜欢看狼的，喜欢吃羊肉的，内蒙古大草原最好的羊肉，想看我与狼共舞的，给我点点关注，马上啊！这孜然味还是不够啊，再下点孜然啊。好吃的羊肉串，请关注我，给我留下关注，我带你吃草原上最美最美的食品。草原上纯天然、无污染、绿色食品，最最鲜最美的羊肉，烤出来的串啊！哎呦，狼叔，你烤羊肉，哇，好。我在狼群里烤羊肉串，我吃完了给狼吃，大家一起吃，喜欢的来，我请你们吃草原上最美的食品，最好吃的羊肉，纯绿色无污染，最美食品。哦，狼着急了，狼叔先尝一尝。这家伙这个小白藏獒，小白藏獒着急了啊。真好吃，非常非常好吃。我吃一个。不行，你看把它馋的。哎，有点咸了。不咸，你这没撒匀，你烤的那个方法不对。真好吃。真好吃。哎呀，大公狼放着了，小白，小白，小白，哎呀，哎，吃个羊肉串打架，因为羊肉串打架，至于吗？
你给我闪开！你们几个赶紧吃，一会儿狼叔吃完了。啊！马上收了第二锅啊！第二锅马上收，我看这火现在劲儿大了啊！哇塞，有点多了，有点多了啊！孩子们馋啥样？孩子们都馋啥样了？哇塞！刚才这一块，因为一串羊肉串，他们打起来了。刚才哇！小白现在厉害的不行了，真厉害的不行了。哇塞！一个个渴望的小眼神，你看那渴望的小眼神。哇！这有点少，这块儿。嗯。给狼送去。因为他吃的比较秀气，来。小白吃的秀气。他不敢，不敢争。内蒙古大草原的羊肉，来，黑豹，俺这哈喇子流的，黑豹，啊，他吃的秀气，啊，吃去吧，嗯，给我出点，为了羊肉串打架。羊串打架至于吗？今天的节目大家看的好不好，精彩不精彩，喜欢的一定要关注我哟，下期节目比这还要精彩。